东城酱油，这是一个酱油会馆。不过呢，各位看哦，来，叫我来卖咖啡。买啊买，哪一个？有什么咖啡？咖啡的话是，哦，是这边。对，美式咖啡拿铁。啊，这个不是东山的、哦。东山我们里面有贩售，哦、啊，我们这是卖意式的现磨的。好好。对，比较不一样啊。东山那个里面是基隆的。那我们来买那个冰咖，有没有冰咖啡？有啊。什么冰咖啡？招牌的啊，或什么卡布的啊，拿铁，看你们要喝什么。拿铁的话是牛奶比较多，咖啡比较少。我要咖啡比较多的了。咖啡比较多，那你可能就要喝招牌。好。啊，每次是黑咖啡。好，招牌冰咖啡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境。哦，这边有庭院啊，有什么东西点心吃吗？我们一次把在这个地方是台南的新化镇啊、哦，新化镇，然后有一家这个酱油会馆，看起来非常有气质啊。酱油会馆的外面呢，居然。啊，有这个咖啡店，那当然外面很热了，你可以到里面去喝。来，我们看酱油会馆。好，这是渔夫的报道哈。那我们在这个播放器的下方，右下方有个 HD， 你可以按 HD。那这个是 for YouTube 的 HD。所以，你可以按那个 HD， 它就本身就会变成高画质来欣赏。好，谢谢收看。